哎，长脸呢？哎呦，你说你七八大个了，你媳妇儿像小土豆子似的。今儿上单位，凤姐给你俩大嘴巴子，你把那滋溜挺着。哎呀，我干不出来这事啊。要是我顶不了。哎呀，你真行，哥不孝敬，哥没孝敬意思啊。哎呀，有机会你上哥家来，你看看哥这派头，你来观摩观摩，这就好不好？一会儿来啊。我回来了。你哎呀，边儿累死了，累死了，太累了。哎、不着急，媳妇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！哎呀，媳妇回来了，累坏吗？今儿个太累了。哎呀，哎，有事跟你商量商量。五年了，结婚头一次求你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你都给老公点面子，行不行？你就啥都听我的，行不行？就一次，要面不是吗？就一次，给。那试一下子，我心不托底试一下子。你站起。站起。媳妇，你看你就试一下子。你不是说给我的面子吗？是啊。啊，试一下，你求求你了，行，就一次，一生。行。你拜。啊。哎呀，真给力呀、啊！真享受啊！立正，站起，相着相应看。站起来看。媳妇儿，你往哪边得劲儿？往哪边。这个不固定啊！哎呀，真得劲儿啊！太爽了，行了，把烟给我点上。啊？把烟给我伺候上。我让你抽烟了吗？媳妇，试一下子，试一下子，试一下子，烟给我点上，试一下子。啊，对对对，给面儿哈。哎对。啊，哎呦啊！哎。大哥。不要急，来电话了。哎。喂，长脸呢？快点来呀！越快越好啊！过这村没这店了，现在来正好时候啊！哎呀，不来了！你不来，你不把我，不来把我坑了。媳妇儿啊，你别等会儿啊，不着急啊。热乎了啊。那咱们就继续每天的工作啊，你看看一分都不多，一分都不少，哪天按摩不都这点吗？今天继续啊，没耽误。这个一点都没耽误。好的。哎呀，我天，哎，这造型你看，哎呀，这带劲啊！干啥呢？这是？你说干啥呢？记住没？记住了。这一套顺序记没记住？先按哪儿后按哪儿？记住了。不是。还用我再给你辅导辅导不？不用了。记死了。记住了。下回让我正好住，我跟你说生气啊。记住了。吃饭去。哎、没事，派头。派头那还得坐地下了呢。我辅导他一下子、哦，我要告诉他，我每天我回来先按哪儿后按哪儿辅导一下。哦。瞅啥呢？啊？我兄弟来能不能倒杯水？啊 ？Water 水。哎，别嫂子，不是这种场面，你平时看不着啊？我上哪能看上去？哎呀，感受更感受不到是吧？感受，哎呦，快点的，哎，没有过这种感受是吧？那什么，说你嫂子给你倒的啊，一点心意啊，你呢，象征性你抿一口，行，
点点滴滴，免一个。好。烫啊。咋的？老烫啊。烫啊。烫嘴皮的都。干了。你干了。没干了。姐。啊。哎，嫂子，这喉咙疼。没事，你嫂子量大。平干，您平连干仨都，媳妇儿干了。嫂子，这个干啥呢？这必须的，一声令下，必须的。你看嫂子都烫心。那么的啊，厂里兄弟来了，咱别整八个菜，三个菜上厨房能不能弄出来？现在三个菜，谁做呀？你问多余不？我问你多余不？啊？有没有？能不能做三个菜？现在我。出去买，买现成的，买仨，带钱没？行。等等，不是，我不跟你一样吗？这媳妇儿管的严，兜里这比脸都干净。完蛋这玩意儿，对呀，你不扯起来了吗？这不，你说完蛋那玩意儿，兜比脸都空一天。哎呀，我钱放你兜里了。啊是。哎呀，你怎么？兄弟，你先坐会儿啊，嫂子出去买菜去。嫂子，嫂子，你疯的速度啊！你疯的速度，疯啥呀？我看你疯呢！哎呀，还在这装呢，还在这儿。哎呀妈，你厉害啊！你头子，你赢了今天。刚才我都来五分钟了，你看你俩刚才那状态，我都瞅着了。还在这儿，热了啊！哎呦天哪！不，我没笑你啊，老兄弟没笑你啊！你头子，你赢了，你这，哎呀妈呀，我没笑你！哎呦我天哪，这咋？